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微尘有声书系列哦。我们今天来谈一个前人类的救世主以来哈。那在这最近也看了很多啊，网络上的啊这些自媒体的朋友呢，在 YouTube 频道上有很多的这个讲解，很多的预言哦，啊，几乎都谈到了就是有圣人出世的事情哈。这里不管西方讲了啊，有弥赛亚过来呢啊，这个东方的弥勒呢，指为圣人呢啊，或是啊基督也好啊，救世主啊，类似这样的啊，这样的所谓的古老预言留下来，在人间的今天啊，将会有圣人出世的这样的啊启示呢，我想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啊一个现象哈。那我们这里呢，其实跟其他所有啊在讲预言的这些朋友比较不一样的是啊，我们本身就是创世主嘞啊，弥勒圣人、弥赛亚嘞啊，这个基督嘞救世主的亲传弟子哈啊，传承弟子。那我们因为也学了宇宙的根本大法，创世主的宇宙根本大法，所以对这古圣先贤留下来预言呢，我们是非常的清楚。尤其在今年2023年，创世主有两篇最重要的经文，把人类的终极答案前面的打开来了。三界是谁造的啊？一路过来，地球是谁造的？到今天为止，所有人类的来历啊，我是谁？未来要去哪里？其实答案都在其中啊，答案都在其中。整个三界的结构、真实的状态，创世主一一的为大家打开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件大事啊！宇宙的开天辟地的宇宙之主，一切万教的源头，在人类空间里面呢，啊，第一次呢，把这个人类终极答案前面的打开哈，三界的终极答案前面的为大家打开，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就是创世主他弘传他的宇宙根本大法啊，他传法到今天30年了啊。初期呢是用气功的方式在中国大陆前面的打开啊，7年里面1亿人呢得法啊。就是拿到这个经文呢，在学习啊，啊，怎么样的做一个修炼的人啊，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啊，啊，来这个学习怎么提高自己啊，那非常不可思议的。好，啊，在这个人类哈，啊，在末法末节的时候，还有一批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些朋友哈，啊，在讲。在学这部宇宙的根本大法，在这种向内找的机制中啊，做一个好人中的好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他这样的一个要求，一切向内找的要求呢，啊，要求这些修炼的弟子呢，要提升自己的心性水平哈，啊，在人世间遇到的每件事情要如何应对啊，这个修炼人的心性应该是如何啊，创世主呢他亲自呢啊，亲自也为大家点破了啊，整个三界里面，在人间里面披着人体里面，过去的修炼跟今天的修炼里面最重要的修炼因素是什么，哦，一一的为大家打开来了。所以到今年呢，2023年513呢，创作组呢圆满的他的传法30年啊，圆满结束啊。
30年圆满结束，然后呢，现在接下来呢，就是所谓的法证人间哈、啊，法证人间呢，就是开始更新哈、啊，更新人类的空间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前人类的救世主以来，只要是告诉大家，事实上今天各位能看到维城创造团队在这边视频来跟各位来介绍许许多的天机，包含啊。这个在东方所明白的这些推背图烧饼哥也好啊，这个啊，这个五合百灵山啊，或是五公经啊，隔岸一路也好啊，这些啊，可能大家也蛮熟悉的，常常听到的哈、啊，这些啊，所谓的古圣贤预言啊，释迦牟尼佛也好，刘伯温那样推背图也好，这种大家已经熟悉的。这些预言呢，事实上在维城这边，维城创造队为大家解开的方式跟真实的那个内涵是跟一般外面是不一样的。外面的朋友呢，啊，都是很好心的在研究这些预言，好啊，也是很努力、很用心。可是他们不像维城一样，维城是身在大法之中啊。跟着创作一路过来啊，跟着创作一路过来，在弘传这个宇宙根本大法，在学习这个宇宙根本，所以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所有人类的预言，所有人类的过去的文明史，2亿年的人类文明，2个地球年的文明史，人类建造月球的历史，地心人类的由来。整个星际间的云集太阳系的情形，200年工业革命的情形 ，AI 系统、量子力学、多元宇宙，所谓多重宇宙、元宇宙的一些内涵真相也好。事实上，今天唯有维城创造团队呢，维城这个以创世主的宇宙根本大法的传承弟子，能为大家解开这些谜哈。那么今天来讲前人类的救世主，其实也是告诉大家这么一件事而已，就这么一件事哈。那人类哈，这个大觉醒时代，就是因为创世主开始了前面的弘传他的宇宙根本大法啊。过去呢，用气功让很多的修炼人历练啊，到一定时间的时候，创造主把整个修炼人拉到一定相当高的层次。接下来在今年内开始呢，就打开了所有三界的天机啊，三界的终极丹、人类的终极丹、生命存在的终极丹呢，全面打开来了，开始进入法证人间。也就各种的神呢，整个三界的神呢，也对应的呢，创造主呢，弘传这个宇宙根本大法，整个全部都要动员起来哈、啊，动员起来。所以人世间呢，啊，众神也开始更新这个世界哈、啊，随着许许多多的细节步骤，啊，进入法证人间。维城创造团队呢，啊，这个 team 呢，主要的是来弘传宇宙根本大法的天机，啊，来告诉大家，以人本身是披着人皮的人，在地上走的人呢，来跟各位亲自的去讲解这些天机，介绍给大家，而且各位的疑问呢，也可以来访问哈。啊啊，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宗派里面修炼，佛教界里面呢、啊，你的禅宗也好，哦，你也许这个西方的宗教也好，啊，各位放心啊，你来了解维城创造团队，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弥赛亚进来了，为什么所谓的复活节的天机，东方圣人到底是谁的天机，也为大家解开清楚。释迦牟尼预言中出生在赤头木城的，哈，那是。弥勒哈，那赤头目神在哪里啊？你来接触我们，好，我们会无私的跟您各位来介绍。好，这个世上你在看《般若心经》，你无法体悟的时候，哈，维城创造团队几句话就告诉你真相了。这里没有任何掩盖，也没有拐弯抹角，直接的告诉各位，世上生命的谜在现在来讲，其实都打开了。就在于各位的选择哈，选择继续当人，还是要回家
回那宇宙天体庞大的世界啊，你那世界的无量众生呢，在等着他们往回去啊。所以各位看到我们这个图片中，右边有千国灵王万主下界，在东方如此称呼，在西方宇宙天体庞大的万王啊，他的万主啊，法王天主啊，这些都是在这个耶和华以上啊。很高层次的这些生命，比释迦牟尼，比这个耶稣也是高很高很高的，不可思议的这些神哈，这些神冒着天胆下来，跟着创造主一路下来到人间来，讲的就是各位哈。所以我们其中一句话，世人都是神转生，创造主特别啊，特别给大家打开一个非常大的天机，就是世人都是神转生，我们绝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天上下来的很高层次的神，不要怀疑哈。人呢，轮回转世不死，千万年轮回转生不死，只是都不知道，每次转世记忆都被收起来，有些人记忆没有收起来，没有完全收起来，这是神有意让这些生命在人间呢，突然之间记起他们的前世，写下一些这个不可思议的转世的真相。很多平时经验也都是神有意的让人类知道生命的真实存在的状态，但这种只是一个像，各位可能看到哦有这回事，其实各位还不知道你真正的生命的本质，你到底是谁哈？所以禅宗也有一句话：“不明自性，修法无益。”你都不知道你是谁啦，你在修什么？你在人间混什么？你能看是荣华富贵，你是家财万贯，哎，你还是一个这样，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一个生命哈，这个我们讲四十而无惑，世上差距太远，七十而无惑，也不够哈，八十而无惑，九十而无惑，没有一到宇宙根本到，创造主还没传这部法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生命啊，连那些神，三界的神都不能知道各位的来历哈，各位的来历，所以很多的天机。不可说啊，现在已经将前面打开，过去不可说的天机现在前面的打开了，希望大家赶快的啊，来探索，来摸索，来找到自己生命的真实的面目。好，那我们今天很简单讲前人类的救世主以来，就是告诉大家这一回事，没有别的。好，所以其实也可以说啊，讲一句吧，前人类的救世以来，就结束了啊。或凤凰音乐，大家听音乐也可以。事实上，我们的所有图片、天机泄尽，里面所有的内涵，就真实的告诉各位，实际上人世间发生了什么事啊？大家的整个环境又是怎么？整个人类目前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找到创世主，找到救世主。找到他，你就找到回家的路。宇宙在封神，宇宙的尘柱幻灭啊，宇宙天体的爆炸，其实都被创造主给挡下来。庞大宇宙天体已经更新完毕，现在新的地球已经被创造好，在另外一边啊，等着大家。那个不在尘柱幻灭的地球，人类之所以会寿命100岁。释迦牟尼一言弥勒下来的时候，传法的时候，人间人寿80000岁。当你的细胞不再老化，不再沉住外面的时候，你就是将近人寿啊，人的寿命啊，80000岁。不要怀疑，这是释迦牟尼看到弥勒传法以后的现象。那创世主呢，弥勒圣人呢，救世主呢，他有一首诗，一个经文，一首诗叫《法正人间义》啊，正法行于世间，生活大千乱世怨言，皆得善解。对话法行恶者，下无生之门。宜者人心归正，众德行善，万物更新啊！众生不敬救啊，众生不敬大法救度之恩，普天同庆，同祝同颂。
大法在世间，前圣之时，始于世时。那其实里面万物更新呢，就包含各位的身上的一个细胞啊，每个生命细胞呢，从根源里面的改变哈，这个就是也是要进入到新的地球的一个准备哈。当然，各位的心性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就是要德化。德化的时候，你就从活的国也修起，因为释迦牟尼也看到了啊。这个弥勒佛救世主啊，创世主所传的法叫佛成道啊，《妙华莲华经》所说的佛成道，正是这件事情啊。今天其实也只是讲前人类的救世主以来啊。各位如果对我们所讲过的议题，哎，也有兴趣，各位赶快订阅啊，订阅赶快去前面找你喜欢听的，你想要弄清楚的很多的天机，其实都在其中。好，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的跟各位介绍前人类的救世主以来，这是已经发生了。他创世主本身造了三界以后都没有离开哈，啊，都没有离开哈。他为所有人类耗尽他的一切哈，各位还不知道，你们都是天上伟大的神。创世主为这些伟大的神而耗尽了一切，各位不知道，真的是还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许许多多人类的劫难都被创世主给承担起来了。宇宙的成住坏灭哈，或是一个人若干了坏事，有业力，业力啊都要自己偿还的。释迦牟尼没办法帮弟子偿还业力，所以目犍连神通第一，最后业力要还，还是被用石头打死。这个莲花寺也是一样啊，这个就是业力要还的时候，一拳就致命了啊。那个是过去的法比较小啊，所以是没办法去这样的让人的业力直接转化掉。但这次宇宙的根本道啊，是创世主开天辟地的创世主在人间弘传他的宇宙根本道啊，所以这方面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啊！是创世主是为了这一次的传法一样，以他自己的功赎了一切在地狱上的众生啊，众神啊，众神，因为这些的生命很多都是高层次下来的神，因为历史上干了一些错事。啊，所以就这样被打到地狱。可是创世主在真正要弘传大法的这一年头，必须他们都能够在人间得法，遇到这部法，所以创世主就赎了一切众生的罪啊，在地狱做众生的罪。所以其实地藏菩萨他也这样也成佛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只是人类到今天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所有人类的通天机啊，其实都集中在微尘创团队微尘的系统里面，我们开展了人类的新的系统，新的系统，整个人类的新的系统替代过去旧系统，就是用创世大法，创世主的宇宙根本道来更新这个空间的一切。好，那我们今天简单的跟各位介绍前人类的救世主以来，希望大家能够跟上，也欢迎大家加入微尘创团队哦，一起来弘传这个宇宙根本道法。你的果位层次其实都在这个法中，啊，跟着大家一起比学比修的去弘传宇宙根本道法，各位的修炼的速度非常快，这个往上啊，没人能挡得住啊，没有人能挡得住啊，宇宙没有封顶，现在正在封神榜的进行式当中啊，这个都是有天机在打开来了，不是随随便便啊，他就拍一部电影，中国就拍一部电影封神，哎，不是的，都是神有意让家进入一个新的状况哈。好，我们今天就简单讲到这里。好，前人类的救世主以来，希望大家哈，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找哈，找到创世主，找到弥撒救世主，来也加入，欢迎加入微尘创世他团队哦。好哦，谢谢各位哦，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哦。Oh.
正邪不分黄天。